睇片之前咧，记得订阅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揿埋隔篱个钟，咁我哋有新片咧就会即时通知你噶啦。呢度咧就系珠海嘅时代倾城啦，系咪好有时代感呢？咁其实咧每一间餐厅咧，佢都会有自己嘅chef recommendation 啦，或者 signature dish 咁样嘅。咁啊，时代倾城咧就等于系时代中国嘅招牌菜或者系厨师推介啦。点解咁讲呢？因为时代中国咧每次去到唔同嘅地方嘅城市咧，佢哋都会用时代倾城呢个牌子咧作为第一炮嘅，去打响头炮啦，制造一个良好嘅口碑咁样嘅。而且咧，时代倾城呢个系列咧系有两间上市公司帮你做背书嘅，包括系时代中国1233啦，同埋时代伦理9288嘅，有啲两间上市公司帮你做背书，你买去你又点会输呢？ Hello， 李生，系，我系华宇上品嘅 Nelson 啊，系你好，我系时代倾城呢边嘅高级智文李志标。OK， 好啊，咁今日麻烦阿李生咧，帮我哋介绍一下呢个珠海嘅时代倾城啊。OK， 咁我哋往呢边过嚟啊，咁呢度咧就系我哋时代倾城一个售楼部营销中心啦，系。营销中心 ，OK。咁，阿李生，想问一下嗰度 Times Cup 咧系咩嚟噶？嗰、那个系呢边嘅话咧，就系我哋时代倾城一个会所嚟噶啦。哦。咁目前咧系整个斗门镇入面咧系一个超六星级嘅会所嚟嘅。咁入面咧包含有我哋嘅室内嘅恒温泳池啦，仲有室外泳池啦，包括啲篮球场啊、啲会所、健身会所都喺度噶。即系所有业主都可以用噶喎，即系。系啦。OK， 明白。就系我哋时代倾城嘅业主可以享用嘅。好好好。咁、我哋入去睇下嗰、那个区位啊，或者系模型先啦 ，OK， 咁我哋呢边请啊。入嚟嘅话就可以见到我哋时代倾城一个会呢边售楼部啦，系。其实我想好似睇翻咧，好似系一期开始就系用紧呢个售楼处噶，系嘛？系，我哋呢个售楼部咧喺2013年嘅话就已经建成噶啦 ，OK。即係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五期，到嚟而家六期。係啦，我哋時代傾城嘅話，開發時間咧係比較久、比較耐久噶啦。好啊，好啊。咁啊，麻煩你介紹一下呢個樓盤嘅位置啊。OK， 咁接落嚟咧，由我為大家介紹我哋呢個時代傾城天神嘅項目所在嘅一個區域啦。咁我哋依家所在嘅位置咧，喺我哋時代傾城會所呢個位置嘅。咁咧，我哋而家喺度賣緊嘅係我哋時代傾城六期，叫做天神。咁咧係我哋整個時代傾城十年回歸經典之作嘅一個樓盤嚟嘅，包括我哋嘅裝修啦、現能設計啦，仲有佢嘅一個裝修品質啦，都係最好嘅。咁我哋目前咧見到呢個版圖啦，係整個珠海嘅一個版圖，以呢個西江為界。咁我哋嘅東邊咧係我哋嘅市區、輕州區同橫琴區呢邊嘅，係。咁目前呢邊一個區域發展咧係已經冇咩土地可都飽和曬，應該都係飽和曬㗎啦，係。咁2016年咧，政府就喺我哋西部啦呢邊打造一個城中心，分別為我哋一個首期開發嘅 A 片區，亦即係白蕉灯城啦，係、okay。 再翻到我哋嘅金灣呢邊嘅航空灯城，係航空灯城。咁目前咧，我哋整個珠海嘅分布咧，喺我哋香港呢邊過嚟嘅話咧，係經過我哋嘅港珠澳大橋嘅，係再到達我哋珠海嘅人工島，經過我哋嘅個珠海大橋咧，就會沿住我哋一個到達金灣立交呢邊往扶登路口入，咁就可以到達我哋呢個白蕉灯城啦，係白蕉灯城呢個區域。因為見到上面仲有一條香海大橋係起緊係嘛？幾時會通車呢？我哋目前呢個香海大橋咧，佢個通車時間咧喺2021年嘅年底就可以通車㗎啦。Okay， 即係出年年底就通啦。咁到時出翻去香洲市區應該好方便喎。係，屆時咧，我哋呢個香海大橋通車之後咧，喺我哋項目經過呢條橋扶路咧，直接連接到我哋香海大橋，揸車20分鐘咧可以到達我哋嗰個香洲市區㗎啦。比而家快一倍咁滯喎。係啦，係啦。咁後期咧，我哋經過香海大橋到達市區20分鐘。再經過我哋拱北口岸咧，連接到我哋嗰個港珠澳大橋咧，到達我哋香港嗰個大嶼山人工島咧，用時咧都係差唔多1個鐘以內咧可以完成噶。咁就非常之方便，非常之方便，非常之方便。咁目前嘅話咧，我哋講下大規劃啦。OK， 係香洲區目前個房價咧係比較高噶啦，目前呢一邊咧一個均價喺35,000到45,000左右嘅均價啦，包括佢咧係已經冇咩土地可開發噶啦，所以嘅話咧，政府咧就喺呢邊西區投資咗一個西部城市中心，分為 A 片區同 B 片區打造嘅。咁其中咧 B 片區就係我哋金灣航空灯城呢邊啦。金灣呢邊嘅話，目前嘅均價咧都喺23,000到35,000之間啦。
相對嚟講咧，投資定價比咧就冇咁高啦。即係升值空間都未必係好似斗門啊咁大咁樣係咪？係啦，係啦。咁再翻到我哋項目所在呢個區域咧，叫做白礁新城嘅，係我哋珠海政府咧投資咗300亿，打造超過300万建面嘅一個高端住宅區嚟嘅。是高端住宅區，咁目前咧整個白礁新城咧係聚集咗九大開發商嘅，係點解咁多開發商會紛紛喺呢邊拿地攞地建設呢？因為政府有規劃，先規劃後發展嘅區域咧係比較少嘅，得翻3个區域係咁啫。第一個就係橫琴呢邊，第二個咧金灣，第三個咧就係我哋個白礁新城啦，係。咁目前橫琴呢邊同金灣呢邊咧，佢個價位咧都喺25,000-60,000左右嘅掛價位啦。係啊，橫琴真係升得好犀利呢排。係啊，係啊，係啊。咁我哋白礁新城咧，目前嘅開發商咧分別有我哋嘅萬科啦，係，仲有我哋本地嘅龍頭啦、華發啦，仲有我哋金地、恆隆啦、龍江、招商呢啲開發商咧，全部都浸住喺度。即係全中國啲龍頭地產都喺度爭奔頭霸地頭咁滯喎，基本上。係啦，係啦，即係我雖然知將來嗰個未來嗰個升值潛力啊，或者空間，即係的而且確係好大。係啱嘅，啱嘅。咁我哋目前咧呢邊嘅話係已經成熟一個狀態㗎啦，成熟一個狀態。咁我哋就講下我哋項目周邊一個配套啦。我哋周邊嘅話咧，教育方面嘅話咧有5所幼兒園嘅，係。3所小學，仲有2所高中。OK， 咁幼兒園咧，分別有我哋嘅華發啦、萬科啦，仲有傾城嘅，仲有金地嘅，仲有招商幼兒園啦。係，其中包括我哋華發同招商呢邊咧，係有2所係公立嘅。OK， 公立幼兒園係。咁學校小學方面咧，分別有我哋嗰個東湖小學啦，仲有我哋順義小學啦。係呢、這個目前喺度使用嘅我哋公立學校。咁依家喺度建設緊嘅，仲有包含我哋一個博雅小學啦，係博雅小學。咁中學方面咧，就係我哋嘅博雅中學啦，仲有城東中學，係城東中學。咁我哋目前喺度建設嘅博雅小學同中學咧，係整個斗門、白礁新城乃至整岸最好嘅學區都喺呢度啦。未來咧建設好之後咧，喺我哋項目呢度咧。出發嘅話，行路都係5分鐘一個路程可以到達。即係呢個係即係我諗係所有家長父母最放心嘅一件事情，即係子女可以步行就可以翻到學校，係啦，可以翻到屋企咁樣，比較安全同埋比較放心啲。係，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周邊一個教育資源啦。咁再講翻到我哋一個商業啦，商業嘅話都係非常之豐富嘅。其實聽過2、3期嗰啲沿街商鋪都開曬咁滯㗎啦，基本上。係。係嘛？咁我同你細細講介紹下。咁目前咧喺我哋項目呢個東七門咧，出嚟嘅話就可以見到我哋華發，仲有我哋時代傾城二期啊，同三期，包括金地打造嘅，將近有10.08万平方嘅一個商業長廊啦。目前咧係已經開業投入使用噶啦。咁我哋業主咧喺呢邊嘅話，可以享受得到日常一個生活配套啦，包括吃喝玩樂啦，都唔成問題嘅。咁咧，你再需要大一啲嘅購物商圈啦，可以經過我哋橋扶路啦，連接我哋嗰個白礁大道，經過我哋嗰個整岸大橋咧，揸車都係10分鐘一個車程可以到達噶啦。係呢、這個係整個目前樓門最大一嘅，最大一嘅大新都會一個商業體。呢個係比嗰、那個嘉和城更加大係咪啊？係，呢、這個佔地係有40,000平方嘅，建面有14,000平方嘅，係啊。咁真係好犀利喎！呢、這個係係係。咁再翻過嚟少少，揸車2分鐘就可以到達我哋斗門嗰、那個老斗門嘅步行街啦。咁喺呢度咧就可以享受到咁多老斗門地道嘅一個美食啦。係。咁呢個咧性價比方面又會更加平啲啦，更加接地氣多啲啦。係啦，係啦，係啦。OK， 好。咁再揾呢邊過嚟白礁新城呢度雲南。往南面走啦，有我哋嘅一個白藤湖度假村啦。呢度咧都係我哋一個叫做白藤頭海鮮市場啦。係、就喺呢度。係，呢、這個好似係全珠海最大一個水產批發中心係嘛？係啦，係啦。喺呢個海鮮市場咧，你可以享受到更加美味新鮮嘅一個
海鮮嘅，應該會比灣仔嗰邊平好多，係咪？係啦，係啦，係啦，比較經濟實惠啦，比較經濟實惠。有時間可以去試一下。係啊，係啊，嗯。咁呢度就係呢邊一個商業體啦。OK。咁教育方即係醫療方面咧，都係非常之方便嘅。喺我哋門口呢度經過呢一條白蕉大道啦，往呢邊過嚟揸車，大概係8分鐘一個車程，就可以享受到我哋一個婦幼保健院啦。仲有珠海市大二中医院啦，都喺度噶，系啊。咁再往南走咧，经过我哋嘅尖峰山大桥，到达我哋嘅尖医五院啦，就有我哋一个系尖医五院。呢、这个咧系整个斗门唯一一个三甲医院嚟噶、哦，即系三甲应该系国内最顶级嘅一个即系医院啦。系差唔多，差唔多。咁目前咧，佢呢度系可以容纳差唔多2000张床位嘅，系、比较大噶啦，比较大嘅，咁呢个就系我哋一个医疗方面啦。咁自然生态方面嘅话咧、我哋项目啊前面嘅话，我哋小区一侧门咧就有一个和益湿地公园、系呢、这个占地咧有3.7万平方嘅。3.7万。系。后期咧，我哋业主咧晚上食完饭啊，落下我哋嘅湿地公园散下步啊，都非常之舒适噶。呢、个我知好睇新闻，好似系话已经起紧系嘛？系。即系今年年底就会即系完工噶啦，好似系。系嘅。咁目前咧喺度建设中嘅，咁预计嘅话系今年年底咧就可以投入俾我哋呢边白蕉新城嘅市民使用噶啦。咁你如果中意爬山之余咧，可以往我哋呢个尖峰山大桥到达呢度咧，有一个尖峰山公园嘅，系呢个系省一级公园嚟噶。呢度可以爬山啦，活动下金桔啊，呢啲树根活络，系树根活络啦，系啦，咁呢边就系呢边一个自然景观啦。咁大概整体一个区域系咁啦。都差唔多，其實都了解得好清楚啊！咁我哋可以睇下嗰個咁呢邊嘅模型啊，或者咁往呢邊過嚟咧，就係、見到我哋整個白蕉新城一個規劃，包括建設中嘅一個模板啦。咁我哋咧目前所在嘅位置咧喺時代傾城會所，係即係頭先我入嚟嗰度啦，嗬，即係左邊就售樓處，右邊就係嗰、那個六星級嘅會所啦。係呢、個會所咧，目前整個斗門最高標準一個會所嚟嘅，係啊，超六星級嘅。明白明白。入面一個豐富一個健身嘅一個會所啦，係好豐富。先聽你講過有個國際標準籃球場啦，有個室內恆温嘅暖水泳池啦，咁我即係聽完之後都覺得真係六星級啊，真係唔係講笑啊！呢、這個包括有我哋嘅西餐廳啦，仲有我哋360度無景觀嘅一個健身房啦之類啦，係、都喺度嘅。好。咁我哋前面呢條係白蕉大道啦。咁往呢邊嘅話就係我哋啱先講嘅萬科，係萬科打造嘅一個萬科魅力之城。咁呢一邊咧就係我哋華發本地嘅龍頭企業打造嘅，係再翻到我哋金地仲有恆隆啊、招商啊，仲有海南堡同惠普打造嘅。即係簡單啲講句，即係衣食住行啦、教育啦、醫療啦、商業配套啦，基本上都齊曬嘅。係啦，係啦。咁其中咧，我哋時代中國咧喺整個白蕉新城開發咧係比較多嘅樓盤嘅，一共分為6期，係分為6期。在2013年咧就已經開發噶啦，2013年。咁我哋喺2013年開發嘅時代，傾成一期咧，當時銷量嘅話係成為整個樓門嘅銷冠樓盤嚟嘅。係。咁再到2014年、2015年咧，我哋時代傾成二期同三期咧，當時嘅銷量咧都成為整個珠海嘅銷冠樓盤。係。咁再翻到4期啦，當時咧2016年係限購嘅一個狀態上。咁當時咧都係成為整個珠海嘅一枝獨秀，係熱銷整個前程，整個珠海噶，整個珠海。咁再翻到我哋5期雙心花啦，咁佢呢個咧係更係創造咗2個月銷售咗1000套嘅一個佳績嚟嘅。我有個同事都買咗呢個樓盤，係嘛？佢本身都係賣樓嘅，但係睇完之後自己都心動嘅，所以自己都落咗訂嘅成交。係啊係啊，咁依家就翻到我哋時代 Kingston 第6期啦。呢個就係第6期。係第6期。就有4棟。係。咁我哋時代 Kingston 6期咧，係我哋時代 Kingston 系列10年嘅經典回歸之作嚟嘅。咁包括我哋嗰個小區賢能打造啦，仲有我哋嗰個户型啦，入面嘅裝修標準啦，都係全部係採用最高標嘅。
是最高标的。个小区园林咧，我骤眼睇，因为我都有做啲功课先嚟揾啦，李生你倾偈嘅咁样。其实我知道咧，成个占地咧系有20,000平米，但系个发展商咧即系好抌本啊，佢净系攞咗1/10出嚟起楼啊，剩低18,000平米系做咗个小区园林。系啦，咁我谂呢个系非常之罕见嘅一个举动咯，即系都系一个回归业主啊，或者真系佢想打咗一个升级版或者一个更加精品嘅一个作品俾珠海当地嘅一个市民咯。系啦，系啦。我哋呢度咧小區佔地嘅話，確實係20,000平方，但係咧有18,000平方咧係用於建設我哋嘅園林嘅。咁大家咧可以見得到我哋嘅小區園林咧嘅設計係3+3一個陽光模式嘅，包括佢入面咧，佢一個活動場所咧係符合我哋一個前零階段嘅一個人群需求嘅，30歲到80歲啊嘅小朋友或者老人家都可以喺度活動自如啦。係啦，係啦。咁入面包含咩呢？有我哋陽光大草坪啦，活動嘅健身場所啦，仲有兒童樂園啊，仲有呢一邊嘅，係呢一邊有我哋嘅羽毛球場啦，仲有休閒平台等等之類啦。係。咁小區嘅話，入面打造係非常之豐富嘅。咁佢可以保證我哋業主咧喺呢一方面。在夏天咧，保持有三個小時享受到一個陰涼嘅一個遮擋嚟嘅，係。咁冬天咧可以享受到3小時嘅一個陽光温暖照射啦。咁整個小區原來係好舒服嘅。咁我哋目前咧喺度受感嘅話咧，係我哋嘅2棟同4棟嘅。我哋其中嘅話咧，1棟同4棟嘅層高咧，總層高係22層嘅。咁2棟同3棟嘅層高咧係24層嘅，依家第一批喺度買緊嘅係我哋嘅2棟嘅02户型啦，同03户型嘅 ，OK， 係再翻到我哋4棟嘅01、02、03、04，其中嘅話我哋嘅01、02咧係坐北朝南嘅3房，99平方，係佢前面嘅話係可以見得到我哋一個友誼河同黃楊河嘅一個河景嚟嘅。佢個景觀咧，相對嚟講係非常之開闊嘅，係視野開闊。咁再翻到我哋4棟嘅03、04户型咧，係我哋一個118平方嘅大3房，南北通透雙陽台，係南北通透雙陽台設計。咁再翻到我哋嘅2棟嘅03户型咧。是我哋128平方嘅4房嚟嘅，都是南北通透嘅。即系而家有3隻户型俾你選擇啦，一個就是99平米嘅3房啦，一個是118平米嘅大3房啦，係嘛？一個就是128平米嘅4房，即係暫時係有3隻户型選擇。係啦，係啦，係啦。明白。咁依家整體沙盤係咁咯。咁我哋依家咧可以到我哋嘅實體樓，包括小區園林咧參觀一下。係。然之後真係好想即刻上去樣板房睇一睇。係啦，係啦。咁我哋呢邊請。咁我哋我哋依家嚟到咧就係我哋時代傾城一期一個入門嚟噶啦，係。咁呢邊咧係我哋2013年就已經開始交樓俾我哋業主使用噶啦。哇，2013年啊，咁而家都7年都仲好新淨喎，睇上嚟。係，我哋個小區咧喺2013年鎮住到依家咧，包括我哋嘅小區物業管理係非常之好噶。依家咧可以見得到我哋嘅小區園林啊，仲有我哋一個保養嘅狀態上啦，係非常之好嘅。咁我哋即係起碼證明到佢當初啲用料啊唔差啦，同埋佢嗰個物業管理嘅質素都係非常之好啦，先至做到呢咁嘅效果啦嚇。好，唔該曬。咁我哋往呢邊過嚟，可以見得到我哋時代傾城一期佢嘅一個小區園林咧，目前係保養得非常之好嘅，係真係非常之唔錯。你唔講，我仲以為呢度係6期，以為係新樓嚟嘅。等下咧，我哋去睇6期咧，相對嚟講，佢個小區園林方面係更加舒服嚟嘅。呢度仲有個游泳池喎。係呢個咧，就係我哋時代傾城嘅，即係會所入面嘅一個室外泳池，係室外泳池。即係佢有一個室內嘅恆温泳池之餘咧，仲有一個室外嘅泳池喎。係啦，即係雙泳池喎。係啦。哇！而家呢個面積都唔細嘅喎。呢個唔細噶啦。非常之好。今日天气又好舒服。今日天气真系好舒服啊！其实喺呢个公园里边漫步。其实平时咧，好似我哋即使有太阳咧，我哋入面个小区咧都系好通风噶，通风效果都系非常之好嘅。因为佢啲楼间距咧，即系睇到咧，真系。好捨得，好捨得用地，系留翻好多空間俾啲業主啊。
你喺整個白蕉新城咧，係揾唔到邊一個開發商佢嘅建設咧，係可以俾我哋時代傾城一個樓距係闊嘅。咁嗰邊有啲俾小朋友玩嘅，上滑梯啊、攀爬嘅網啊、千秋啊咁樣啦。係，包括呢啲沙灘啊。啊，可以喺度掘下沙、玩下沙咁啊。係。2013年嘅一个小区保养都是我见过众多开发商入面是保养得最好的一个小区。其实即是包括我哋自己可以睇咁多楼盘啦，日常啊，咁亦都自己都有买楼啦，有住楼啦。即系如果你话七年入咗伙，七年仲系保持到呢个水准咧，真系可以话真系顶呱呱。嗯，系啊，因为咧一个小区咧最关键就系一个物业管理。我哋时代中国嘅物业咧，系属于一个上市公司嚟噶啦，时代伦理啊嘛，系时代伦理，香港上市公司9288，系啦系啦系啦，时代中国1233，我哋咧即系两间上市公司帮你保驾护航嘅，等于系，系我哋包括小区物业都系国家一级嘅资质物资质物管理噶，呢、这个真系唔系斋吹水，真系有眼你睇。是有版你看，我们现在看的都是最真实的一面，包括等下我们到达我们的十年回归经典之作的时代倾城前身第六期呢、都是整体都是即是所有的包括即是如果是讲紧做好的七年前的一期都这么漂亮，那你讲现在是六期是一个十年的升级之作，真是非常期待，想快点走去看一看。咁呢度咧就係時代傾城嘅二期嘅商業街，咁我哋睇到啦，其實所有商鋪已經開曬噶啦，可以跟我一齊過嚟望一望啊！咁除咗啲啤酒、燒烤、廣場之外啦，咁仲有啲地產公司啦，啊，亦都見到有一啲麻辣小龍蝦啊，或者係廣東燒味啊，一啲小食店啦，啊，仲有一啲火鍋食材店啦。亦都有呢個國內好出名嘅華潤萬佳超市嘅，即係個 supermarket。咁再前啲啦，亦都見到一啲地產公司啦，同埋呢個生活超市啊，即係可能買翻啲水果啊、蔬菜啊等等嘅。咁亦都有啲幼兒嘅藝術中心啊。基本上咧，呢度咧就全部都已經開曬㗎啦。咁可能咧，好多香港客户咧就會擔心啊，即係珠海啊、斗門呢度咧會唔會好靜啊？周邊冇啲咩生活配套咩？咁其實咧，可以話俾大家聽咧，係唔需要擔心噶。咁我哋睇翻譬如後邊呢啲有啲藥店啊，一啲便利店啦，咁咧二樓亦都有一個肉菜超市啊，即係我哋香港嘅一個街市啦。咁呢边亦都有啲食宵夜嘅地方喎，包括烧烤啊、海鲜啊，同埋砂锅粥等等嘅。咁亦都有啲兰州拉面啦、花甲粉啦、蒸饭啦、湘菜啊，咁啊上各色其色嘅餐厅啦，同埋一啲食肆啦、一啲小食店啦，全部都有齐。咁而喺我身後咧，呢度咧就係時代傾城三期啦。咁可以見到啦，佢好多啲幼兒教育機構啊，學英文啊，學數學嗰啲嘅，亦都有啲茶餐廳噶。咁我哋再過嚟呢邊望下啦，咁呢邊咧都係三期一個小區入口啦，一個屋苑嘅入口啦。咁前面亦都係可以見到啦，好多啲便利店啊，甚至乎一啲地產公司啦。咁即係證明呢度嘅一個租務市場啊，買賣其實係好活躍噶。咁我哋都可以留意到啦，其實呢度咧，望翻啦，其實對面咧就係我頭先啱啱行嗰個時代傾城二期啦，同埋一個小區入口噶。咁而家我哋左手邊呢邊咧就係三期啦，你見到好啲豬腳飯啊，甚至乎一啲進口商品啦，一啲藥房啦。咁亦都係一啲學英文啊，或者係一啲成人訓練班等等㗎。
咁前面咧就有啲特產市場啊，或啲當地嘅小食、新疆啊，或者啲羊肉燒烤啊等等。然再前啲咧，亦都有一間咧專門賣咧海鮮嘅 supermarket 啊。亦都又係有好多啲便利店啊，或者小朋友學啲興趣班嗰啲啊，佢有舞蹈啊、瑜伽啊等等嘅。咁頭先都有講過啦，咁其實時代中國咧喺珠海斗門呢度咧已經開發咗成十年噶啦。咁啊頭先咧參觀咗一期嗰、那個現樓啦，啊亦都 keep 得好新淨嘅喎。咁而家咧我哋喺嗰度行兩三分鐘就嚟呢度咧時代傾城嘅二期啦、商業街啦，同埋咧我喺我身後邊呢一度啊就係、是、三期嘅商業街噶啦。咁咧大家可以跟我嚟望一望啊！咁其實呢度咧，二期同埋三期咧，係加加埋埋咧，差唔多有成三公里長嘅一個商業街㗎。咁分別翻有內街同埋外街㗎。咁咧，大家有眼所睇啦。咁基本上咧，佢咧所有嘅鋪頭都係招租曬㗎啦，全部租滿曬㗎啦。咁呢度業態包括啊衣食住行啊、吃喝玩樂啊等等咧，其實全部都齊備嘅。咁好多香港嘅客户咧會擔心喺珠海特別係斗門啦、啊，可能係話白蕉呢邊啊、白蕉新城呢邊啊，會唔會夜晚冇咩配套啊、冇咩生活上嘅配套啊等等嘅？咁而家我帶嚟知多啲、知多啲，望一望，自己親眼望一望，可以睇到頭先我哋睇到啦，有好多supermarket 啦，咁有啲一啲肉菜市場啦，即係我哋香港所謂嘅街市啦。咁啊，中國唔同地方特色嘅一啲餐飲啊、小食店啊、一啲食燒烤嘅地方啦，都有齊曬噶啦。咁我頭先我哋都兜咗圈啦，咁其實大大話話都有四五個所謂嗰啲小型嘅超市嘅，賣生果嘅店或者便利店咧更加多不勝數啦，咁而呢一度咧特別多嘅話咧，其實我都觀察到頭先我加埋咧，起碼成十幾家啲地產中介嘅，咁即係證明其實呢度咧。嗰、那個都可以望一望啦，其實呢度嗰個小區入住率咧都基本上咧去到九成啊、十成噶啦，所以呢度嘅租務市場咧係好火爆、好活躍嘅，而且嗰、那個轉賣嘅話咧或者轉售嘅嗰、那個速度咧都係好快嘅。